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中，竹子是一种非常具有象征意义而被人普遍喜爱的树种。它虚心、有节、坚韧和常青的特点，正象征着谦虚、气节、顽强和坚贞。那么这些内涵和文人的道德追求呢，是不谋而合的。北宋文豪苏轼就曾经在赏竹中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，他随即做成诗篇，把这份感悟呢记录了下来。接下来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。于前僧绿云轩，北宋苏轼。可使食无肉，不可使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人瘦尚可肥，世俗不可依。旁人笑此言，似高还似痴。若对此君人大嚼，世间哪有扬州鹤。刚才我们朗读的是北宋文人苏轼的《于前僧绿云轩》。古诗开篇，作者就开门见山地点出了对于竹子的喜爱，宁可没有肉吃，也不能让住所周围没有竹子。作者在这里呢，化用了一个典故，东晋文人王徽之生性爱竹，他曾经暂住在别人的空房中，随即让侍从在房屋周围种上了竹子。有人就问他了，你不过暂时住一下，何必这么麻烦呢？王徽之指着竹子说，何可一日无此君，也就是说呢，不能一天没有竹子。作者借了这样一个典故呢，来表达自己的观点。下面两句是对不可使居无竹的进一步的诠释。饭中没有肉呢，充其量会让人变瘦，但是呢，如果人没有竹子一样高洁的品格，就会变得庸俗。作者接着用人瘦尚可肥，世俗不可依来继续诠释这个观点。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思想品格和精神境界，只要有了高尚的情操，那就会像竹子一样清新脱俗，否则呢，就会计较个人得失，趋炎附势，变成作者所说的不可依的俗人。作者在后两句别出心裁地让这位不可依的俗人站出来辩解，他听了作者不可使居无竹的言论，不以为然，笑道，这究竟是高雅呢，还是太疯癫了呢？最后作者面对着俗人发出了调侃和反问，你又想在宅院中种满竹子得到清高的美誉，又想对着竹子大快朵颐，世间哪有这种扬州鹤的美事呢？扬州鹤呢是一个典故，传说有四个人呢诉说各自的愿望。有一个人说呢，他想要仕途得意，官至扬州刺史；有一个人呢想要腰缠万贯；还有一个人呀想要得道成仙，骑鹤升天。可是最后那个人说呢，他的愿望是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上扬州，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呢都包括了。于是后人就用扬州鹤来比喻不可实现的空想。作者把由人生际遇引发的感慨和对生活的思索映射在竹子上，凡事总有缺憾，不可能十全十美，面临抉择时不应该以物质满足为目的，高尚的精神追求才是最可贵的。修长挺拔的竹子承载着苏轼的思索，在浩如烟海的中华文化中散发着理性的光辉。
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寒冬寒冬，草木凋零，修竹在寒风中摇曳，像是在故意展现它顽强的生命力。古墓虽然外形枯槁，但它对风霜早已司空见惯，因此具有顽强内涵的修竹和古墓常被画家搭配在一起绘入画卷。元代画家赵孟頫的《古墓竹石图》就是其中的代表。这幅画作呢，简洁明晰，一块嶙峋的巨石稳居画面下端，纤细的竹子在怪石旁肆意生长，修长的竹叶呢，给本来略显萧瑟画面增添了些许生气。两颗古木在苍石后傲然耸立，左边较高的那颗虬曲向上，枝桠丛生，右边的古木呢，只剩一节在清冷的环境中屹立。大家知道，赵孟頫不仅是一位炉火纯青的画家，还是一位笔走龙蛇的书法家。他提出了书画同源的主张，就是啊，要把书法的笔意融入绘画当中。他把作画的经验做成诗篇，供后人学习。石如飞白，木如昼，写竹还应八法通。就是说呢，画石头的笔法要像书法的飞白，画树木的笔法呢要像书法的皱纹，也就是大篆。画竹子，尤其是画竹叶，要通晓书法的咏字八法，也就是通过咏字来总结书法的用笔法则。这幅《古墓竹石图》就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个理论。赵孟頫在绘制苍石和古墓时呢，就用了飞白的笔法。所谓飞白呢，就是指因为快速运笔，在笔画中留下的空白痕迹，能给人以飞逸灵动的感觉，因此古墓苍石就显得苍劲洒脱。而他在画竹的时候呢，就用流畅的笔调写出介字和个字，来表现竹叶的舒展，一撇一捺富有情趣，表现出他风雅的意志。一一似君子，无地不相宜。高风亮节的竹子，正如中华民族的风骨，坚韧顽强，不卑不亢。这也正是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随处可见竹子身影的原因。